你知道我教，我袂讲你，来来，提起来，你提起来，你。伊会教你，你我包一万给你。小心跌倒了起来。还有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三姐带我去捡的，她说这样比较穿啊，用。你要点，你们这一桌要太代表点，哎，介绍一下不认识。都已经唱了，快进场了。这个是不认识。这群都是火柴训练班的同学，老师，哎，老师，蛋蛋嘞，啊，这是我的油漆厂商，对，叶大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样，我们叫伊小妹，万人的小妹。干嘛这样讲？我们是他们这群人的小妹，就是我。他们在讲的小妹就是我。因为他最热情，最有心，都帮摄影干嘛？我最喜欢认识人，然后我最喜欢出去玩，出去玩一定要找我，吃喝玩乐。对，他有求必应。对。